郑秀文的 Touch Me Too 郑秀文世界巡回演唱会2016星期日第三场，请了张伟健做嘉宾，人物上虽然没什么特别，但重点是郑秀文为什么介绍他出场呢？咁耐以嚟，郑秀文都未试过公开叫许志安做相公或者老公，难怪许志安喺台下嗌到企起身支持老婆啦。